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这样拔河的。拼的就是团结，拼的就是力量。而奇葩拔河拼的却是脸。比赛刚开始，这位白衬衣男生就毫不犹豫向对方发出了强烈的精神污染攻击。表情包大赛现在开始。这气吞山河的大嘴，这反出天气的白眼，毫无悬念，表情哥所在队伍获胜。虽然我很怀疑对面的是不是笑输了，这种表情包拔河笑死对手，使之失去战斗力的方法很稳健，在下心服口服。天才是这样停车的。走走走，倒一把，好样的，全自动智能倒车系统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停不好车了。而奇葩是这样停车的，各位，你可以的，这完美入库。天才动物是这样吃东西，你别以为给我买这么多吃的，我就会原谅你。我是那么肤浅的鼠吗？我只是吃饱了才有力气生气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吃东西的。大喵，松嘴，你不能吃肉。不松就不松，这凭本事偷的肉凭什么要真放开？真肉还没熟，熟了再给你吃。真肉熟了早就没我的份了，你当我是二哈呀？别费尽心机抢真的肉了，朕在肉在，肉王你王。懂得享受的猫咪是这样洗澡的。喂，水温还可以调热一点，淋浴再开大一点。这位奴才，你洗澡的手法有点生疏啊，小心别把我顺滑的毛给洗坏了。而奇葩动物是这样对待洗澡的。终于洗完了吧，我先走一步了。狗子，你回来，身上的泡泡还没冲干净的呢。没事没事，我甩一甩就干净了。耶，出去玩喽。